为什么要给他办理入职手续？这是我在招人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帮我做决定。什么事儿交给我办也是一样的呀，干脆我什么都不做。哼，怎么刚收到表彰开始耍威风了？你看你这脾气，从我进公司开始您就把所有的烂摊子撂给了我。对，但是跟你一批进公司的人，哪个有你升职快？你的委屈并不是免费的。听到这种话就烦。您可不升职，我只是希望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能够自由一些。自由是吧？流浪汉最自由了，哎，东南西北任他游。恰当，得不到，就不领得罪。